行。没有。你不看六满吗？妈妈，我做的好看吗？好看，我的秘密。我以后要做出这件好看的。我是古里，从小在这里长大。针线是我儿时最好的伙伴，我一直希望能用双手编织一个大大的梦想。村里开了手套厂，让我成为一名女工。妈妈，我总是做不好。屋里，小时候的梦想你忘了吗？是梦想让我更努力。现在的我是中信手套厂的厂长。我从没离开过新疆，但我和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握过手，因为国家的一带一路政策。